来看到参选第八选区县议员候选人抽中号次一号的是林宜龙，二号田运馨，三号陈美莲，大家都拿出实力向选民恳托为山地原住民乡亲来服务。第八选区秀林乡、新仁乡、花莲市吉安乡和寿丰乡山地原住民候选人林宜龙二十一号并且抽中一号，同时也向三元的乡亲进行恳托。主要参选的目的，就像我跟就是我任职乡民代表，以服务乡亲为主要的宗旨。那未来要选上议员，我才有办法跟帮助更多的族人，这就是我的目的。那今天抽签，我是排第三个顺位。今天早上也在我的脸书也讲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抽，他们先抽的。那我相信最后一张是上帝留给我的。那这一签是一号签，我也相信，希望能够得到乡亲朋友的支持。我全力以赴，我要做到跟我乡民代表的职位一样，要照顾更多的族人及乡亲朋友。另外，县议员候选人陈美莲则是委请他的妈妈来代抽，这一次他抽中了三号。陈美莲表示，三年多来的乡民代表的经验，也向乡议员的乡亲们进行恳托。这次参选第八选区县议员三地三胞候选人，这次带着很多部落族人的期许跟鼓励，希望未来族人能够更有更多的力量，能够顺利的进入议会。而且我在议会里面，我一定很认真、很用心为部落的人大事小事都为大家服务。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投出你们神圣的票，继续支持我。另外，最后一位县议员候选人田馨则是抽中二号。第八选区县议员候选人可以说是相强鼎立，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11月26号投票当天，就可以揭晓谁能够入主县议会，来为乡亲服务。记者蒋文华报道。